总览佛法要典，超越宗派界限，以止乐之止，入般若之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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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马上逼问你，但是确确实实可以做得到。怎么做得到？不光是私心，物质同样做得到，咱错开时间就完了，是吧？从现在排队嘛，北京的怀柔区的人开始来，然后海淀区的，然后门头沟区的，然后石景山区的，然后十八个区的都来了，北京完了，河北的来，河北完了，东三省的来，这个华北五省市的来，然后华中地区、华南地区、西南地区、西北地区都来了，然后开始东南亚、南亚，然后开始东北亚，然后中亚，然后非洲、亚非拉、欧美，是不是全来了？然后地球上的生命都来过了，那大象来了进不来，咱把盖儿撬开它，让它进完再给它落下来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物质啊，所以突破我们的心量，把我们的心量打开，这一切就如此。善男子，觉成就故，当知菩萨啊，要记得接下来这些话了啊。千万要记得，当知菩萨不欲法缚，不求法脱，不厌生死，不爱灭，不敬持戒，不憎毁尽，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。何以故？一切觉故。譬如眼光小了前镜，其光圆满，得无憎爱。何以故？光体无二，无憎爱故。这段话整个就是狂禅，是吧？是不是狂禅啊？什么叫狂禅？就是，哎呀，既然一切皆空，是不是？根就是尘，尘就是根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我什么都可以干了，啊！所以善男子，觉成就故，要记得它的前提。狂禅呢，只有后边，而没有前边。前边是觉成就了，你的觉悟已经达到了根本圆满的那种成就了，所以当知菩萨怎么样？不欲法缚，不求法脱，没有东西可以束缚他，也没有东西可以让他不束缚他，所以不厌生死，不讨厌生死了，轮回也不可怕，也不爱涅槃了。你看，出家人孜孜以求，念兹在兹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还有什么？大道未明，如丧考妣，大道已明，如丧考妣。说的都是一件事，哎，这里就说不敬持戒，不憎毁尽，你这个持戒严谨的人，三万，这个叫三万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三千的威仪，三千条威仪呀，行住坐卧有威仪，八万条细行，该怎么打喷嚏，该怎么揉眼睛，该怎么转耳朵，都有严格的规定，出家人，
3000这个以8万的细心都有严格，但是不敬吃戒，你吃戒了他也不尊敬你，哎，也不赠悔戒，那个人明明在那儿，哎，像济公那样子拿着烧酒摇着破扇子鞋儿破帽儿破的，哎，他也不讨厌他，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，你已经学了3000年了，已经经典到位如流，能够这个舌灿莲花讲说了，为人演说了，哎，初学那刚上来的人什么都不知道，傻乎乎笨乎乎的，哎，他也不轻忽的。何以故？一切绝故，狂禅只有后边，不欲法缚，不求法脱，不厌生死，不爱涅槃，但是真正的解脱却与前面的四个字绝成就故，他的觉悟到家了。所以我们禅宗有一个祖师，昨天我们讲过的马祖道一，还道学道不还乡，还乡道行。西边老婆子讲我小名扬的马祖，有次人家问他，和尚不守戒，哎，你做和尚的怎么能不守戒呢？哎，无戒可犯呢。那你看他没戒可犯，当然没戒可犯了，还用得着守戒吗？是吧？这是从这个心体的觉的成就这个层面上。那我们再看看孔老夫子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怎么样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随心所欲就要出问题，不逾矩是吧？中道，中道，中道，所以在儒家叫中庸，佛法叫中道，讲同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佛在说啊，看了一些佛经，看了一些佛教的戒律，我们受了戒就不救盲猴，不拜鬼神，不拜父母，千万不要那么傻乎乎的，我们的很多的作为远远比不上这些。你菩萨并不一定就这样才叫菩萨，菩萨是什么样的？菩萨没有长撒鼻子流眼睛，菩萨就是在身边中把自己的生命无条件的奉献给其他人的，都叫菩萨。而这样的菩萨越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佛法不昌明的时代，越不以佛教徒的身份出现。我们来看看比尔盖茨的行为是菩萨行为还是为了个人名誉的行为。想想看，把他的财产的99%都捐出来回馈社会，这是菩萨行为还是个体追求名誉的行为？啊，不知道啊。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很多的菩萨他不是以佛教徒的身份出现，而是以各行各业各种身份出现的，不敬什么持戒，不赠悔敬，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。何以故呢？一切觉，一切他都觉了。譬如眼光小了前进，你的眼光已经圆满的了，对于前面发生的任何东西都已经清楚了，眼前吗？眼光前进，七光圆满，得无憎爱。何以故？光体无二，无憎爱。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一切是因为什么？是仅仅是因为他眼睛是很清澈明白这些。而我们昨天做过一个比喻，淤泥之水和这个本来的黄土，高原的黄土和淤泥两个东西是一还是二？哎，所以禅宗里有一句话叫水不洗尘也不洗净。你们都洗过衣服对不对？衣服脏了全洗，我们认为是水把污垢洗了对不对？水归于水，衣服归于衣服，纤维归于纤维，那个尘土归于尘土。你说尘土本身是净的还是垢的？啊，是干净的还是污垢的？只不过它位置不对了，你把它作为污垢，是不是？所以眼光小了前进，一切光体没有憎爱，能照的能看的这个本体是没有憎爱的。憎爱出在哪？出在眼识，眼睛的那个认识，眼的分别，才有了尘土我讨厌，垃圾我所不厌也，净土我所心乐，这样啊。善男子，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其此心得成就者，于此无修亦无成就，
圆觉普照，寂灭无二，于中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花乱起乱不离，无复无脱，使之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昨梦。更有味道，更有味道。禅宗为什么注重圆觉，就在这里啊，这整个都是一个大的画图和公案。此菩萨即末世众生，此会的啊，此会的十二个大菩萨为眷属，以及他们的十万人聚，此会的菩萨即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。再回到第五页啊，一起来朗读一下啊，一起来朗读一下那几句话怎么说的。修习此心，善男子，彼心学菩萨即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，应当正念，远离诸患，先依如来，奢摩他行，坚持净戒，安处不动，厌作净事，恒作是念。我今此身四大合合，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，皆归于地，唾涕脓血，痰泪精气，大小便秘，皆归于水，暖气归火，动转东风，四大各地，今者妄真当在何处，当知此身毕竟无体，何为相，时同幻化，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，妄有元气，于中积聚，似有元性，假名为心。好，修习此心得成就的，所以百千的功德，恒沙的法门，从哪里下手啊？修行的最基础从哪里？是不是从最老实的奢摩他行止定，止就叫定，修定开始。所以我们禅修这么关键，说一千道一万，要回到从最微细的地方开始起行，起行才能了知身心的虚幻。我们第一天就有人来问小我、中我与大我的关系，现在你明白了怎么去修无我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给了你正确的答案了，但是如何去起行呢？还是非常老老实实的厌作净事，安处途中，常恒作正念，如是思维，我今此身四大假合，六尘缘影，非心非身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理论高度的圆满，行动操作下手处是不是很严谨很次第啊？所以现在有一类学人，有很多的佛教徒说，我们汉地佛教缺少一个修行的次第，一个严谨的一个方法的步骤，是我们自己没有搞明白，我们放弃了自家的宝藏，去东学这个西学那。有好多年前，大概十年前，我一个师兄就整天让我给他找这个找大学去学心理学，他认为我们现在出家人都是因为不了解心理学，所以身心有病，不能够弘扬佛法，不能让佛法普及开，所有的出家人必须先去到社会大学上去读心理学。后来我给他找了几个大学，后来去了南开，好像是在南开的心理学的玩火，听了两次课，那讲课老师说，法师啊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合开一个课程，合开一个课程。现在心理学大师，以这个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是吧？利比多的思想，性心理学派的这个，像这一类的，那么他仅仅是管窥之见。管窥之见，从他的狭隘的认知，以利比多推演的，以一些精神病人的这个作为参照物来得出一个结论，认为人类全是原因词，但是那仅仅是盲人摸象，摸着了一些，还不是全象。但是佛法的这个认知是很微细、很透彻又很圆满的啊，所以我们汉地，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的两仪的经典的教学，从理论圆满完备，从操作的方法严谨。而有次第，不是没有方法，
是非常严谨，只不过我们自己智慧不够，经验不足，所以叫说时不保，或者说说在空中行在有中，让人家瞧不起，或者说自己根本就没明白，在枝末细节上绕来绕去。比如说我早晨到底是烧三支香还是烧八支香，我一天是吃三餐，我是吃荤还是吃素，我是一个月三次到庙里还是半次到庙里，总是这些在枝末细节上绕来绕去，没有在心的本体上，在法的那个根源处，直接心源佛所印，摘枝寻叶，我不能没有在那个地方去下手，直探佛祖的心源，直接众生的心体，那当下就是。所以此慧的菩萨即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，于此无修亦无成就。这个大家说是真的没修还是没成就，还是他客气说是真的没修没成就吗？再回到金刚经第十品，须菩提，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？须菩提言，世尊，阿罗汉不作是念，若阿罗则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我为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，阿罗汉不作是念。你今天来理解这段话啊，无修亦无成就。那么现在有一些学佛的人拿这句话能把我们气死，因为噎死，他就拿这句话，哎，你既然说了无修亦无成就了，所以真正的这些禅者的一些大 老和尚们，这个大成就者们，他经常人家一问他，怎么样，老和尚，你到哪个境界了？三地了？八地了？还是九地了？还是十地了？明了吗？见了吗？明心见性吗？悟了吗？修了吗？正了吗？和尚，哎，我苦恼，吃了早饭不吃中饭怎么吃呢？你说他这句话是说真话还是假话？我们以凡夫的肉眼的判断，啊，这和尚真的不知道，吃了早饭他不知道中饭吃什么。实际上他在说了一个如实坦白的话。你刚吃了早饭，当然用不着关心中午饭，对不对？他最平常就是无修亦无成就，但是他是真正超越了之后的无修亦无成就，圆觉普照，寂灭无二，圆觉普照。这个觉一定要圆，所以我们前天就讲这个佛弟子的觉悟叫什么正觉，就跟邪觉来比较，正等正觉就跟外道来比较，无上正等正觉就跟声闻缘觉菩萨的觉来比较。所以佛的觉悟叫无上正等正觉，菩萨的觉悟叫什么正等正觉。那么我们普通的佛弟子能够做到正觉已经不错了，啊，凡夫是什么？是颠倒见，常乐我净。你看，此身是有常还是无常？无常的。但是我们人怎么样？认为这个身是常的，对不对？无常的当常，所以第一种颠倒。第二，此身是有我的还是无我的？本来是无我，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名庄，有个实实在在的张三，有个实实在在的李四，把我的名片一撕我都不开心，是吧？在报纸文章，那个家伙叫名庄的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这边就组织一点枪手，然后开始在反驳，是吧？假名为我，不敬的为敬，不敬为敬。咱们的身体是什么呢？是干净的还是脏的？整个世界是个大厕所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因为我们身体就是个厕所嘛，咱们到了洗手间去都觉得那里脏得不得了，是吧？尤其你们来自广东的有没有？在广东生活过的有没有？一定要洗澡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洗来洗去洗了皮洗不了瓤，洗了外洗不了内，为什么？九孔肠，你看，
这里两个眼睛里出什么？眼屎，对吧？耳朵里出什么？耳屎。鼻子里出什么？鼻涕粘痰。谁把这鼻涕粘痰当法宝了？这里吐的唾液，吐出来的痰，感冒的时候黄的、白的，是吧？那个像那个过去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个女儿痨得了那个什么的，那是啥？谁还把它当宝贝？然后大小便，什么九孔肠胃不净，不净当净，不乐为乐。我们世间的这个所有的感受，佛陀教给我们，他所有的我们这些认为的感受，它就叫三类。第一叫苦，苦苦，比如你生病，是不是当下的感受就是苦啊？苦苦，对，坏苦。什么叫坏苦呢？好，今天我们欧美同学会聚会，美国的或者说志愿军老战士聚会，或者长征的老战士聚会，88的、87的、86的一起到了这个天安门，然后我们就玩一圈，然后那个聚会，有的人当年的冤屈、当年的绵绸了，一高兴，为了这个聚会准备了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但聚会有多长时间呢？三个小时。有没有不散的宴席？天下有没有不散的宴席？散了之后，曲终人散，人走茶凉，那个在内心的那种触动、悲凉、悲哀、悲愁有多深？有多深？哎，深不见底。深的不见底，所以那个叫苦，叫什么？坏苦。还有一种行苦，你的身心经历很多的时候，当下那个状态，你不是享受它，完全是被逼迫的。一打电话，哎，我在忙着呢，忙什么呢？忙忙碌碌而不知道为什么忙。采得百花酿得蜜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？所以佛陀他高度的认知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实相，然后算了，皇帝他也不当，王子也放弃了，剃了头发做和尚，出家正道。因为他深刻的了知了苦空无常，了解了不常不乐无我不净。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政治、所有的这个努力抵不住什么？抵不住无常法则的侵袭。他一定要找一个方法熄灭这些东西，熄灭这些东西，缘即灭无二啊，即灭无二。我们刚才也说，即照无二，即和照，即是不动，照是用啊。我们看这个光和灯和光之间的关系，光是不是由灯发出来的？灯有没有动过？没有动过。光呢随时在照，它俩是不二的吧？所以即照不二，灯的就是即，但是光就是照，所以即照不二。于众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。于众在这个寂灭不二之中，我们看恒河沙，大家去过恒河吗？我去过，我特意还从那儿捞了一些沙子，真的细，比咱们筛的沙子都要细，白白的，往那手一摸，这么一会儿，白白的细沙，说像恒河沙一样多的诸佛世界，什么叫做阿僧祇呢？无量之多，无量之多，一种百千万亿无量之多的不可说的，都是数语字，譬喻数字，譬喻数字，百万、千万、十万、亿万到这样子。都是比数的，这么多的诸佛世界犹如空花，像什么？空中本无有花，因什么而有？因我们演绎而有。这样揉揉揉，哎，它就有了。所以乱起乱灭，乱起乱灭。那我们的对待的态度是什么呢？现在一旦我们明白了圆觉遍照恒，这样不即不离，哎，这就是方法。不近靠近它，不离
也不否定它。所以我们再来回头看净土宗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说是有还是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不即不离，若即若离，怎么听着像谈恋爱呢？是吧？哎，我们要想的念兹在兹，实际上念佛真正的念佛方法是这样的，叫念兹在兹。哎，好比今天你跟这个女朋友一大早发了短信，五点钟起床发短信，晚上八点半在哪儿？三元桥啊，哪个地方吃披萨？这一天无论你怎么忙，你一天也没联系，但是你知道晚上八点半会在那个披萨店相会，这件事这一天都挂着它，是不是？这就叫真正的念佛，这样的念，而不是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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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，这已经完全歪曲了念佛。念兹在兹，你的念，你尽管一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你根本一声阿弥陀佛没念，但是你总是惦记着这件事儿，哎，他好像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的心内，惦着。所以你们年轻人把这个谈恋爱的心理、追求女朋友、男朋友的这心理用在念佛上，你慢慢的感受它，啊，惦着它，就是那个样子，不即不离，无缚无脱，也没有束缚，也没有解脱，使之众生本来成佛。到这个时候，你才知道众生本来就是什么佛，本来是佛，是成了佛还是没成佛？本来成佛，这个成字是说你本来就是。哦，这跟刚一正道的时候三叹其灾，其灾其灾，大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不同了。那是说法理上，法理上说一切众生就是佛，是不是？但等于是不是呢？不是，那就是天台宗叫六即佛里边，也就是什么叫六即佛呢？理即佛、事即佛、分正即佛、相似即佛、究竟即佛，它是这样，它是六个阶段啊。那么其在那个是属于理即佛，从道理上我们都是佛啊。从道理上来说，每一个考入大学的人都会拿到毕业证，但是最后能够真正获得毕业证的是不是100%的呢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们培养外交官是不是100%都做了外交官呢？不一定。哎，我们培养的和尚是不是100%的都成为阿罗汉了呢？不一定。啊，所以从这里边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这始知众生，办法生死涅槃犹如昨梦。哎呀，所以一个人真正悟道的时候，或者大哭，或者大笑。为什么大哭呢？冤死了，太冤了！哎呀，汪寿轮回，受诸逼迫，都是冤死了。本来就是佛嘛，所以一旦明心见性，大哭或者大笑。哎呀，原来这么大笑的人，就是轮回比较久的人，他终于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了。他大笑，哭的人他是轮回比较浅，哎。刚从这个某个地方来，还没有被怎么污染，觉得冤，所以大笑的人是业比较重的人，啊，大哭的人业比较轻的，所以看到有人在看到佛像那哭啊什么的，哎，不要去劝他，没关系，哭完了挺开心的，啊，这都是一种升起的法乐，生死涅槃犹如昨梦，哎，梦里明明。有六趣，六趣就是六道，天人地狱鬼畜生阿修罗，啊，六趣，如昨梦过，当知生死即涅槃，无超无起无灭无来无去，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，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任无灭，于此证中无能无所，毕竟无证亦无证者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。哎呀，这一段话可以把整个白话经论讲完了。这一段话等于是整个给白法明论是为他做注解的，啊，如昨梦故，当知生死即于涅槃。生死是轮回的现象，涅槃是解脱后的那个结果，无起无灭，无起，
升起来，你看升起来。那么现在看，它升起来了，我是不是一个升？哪去了？叫灭去，是吧？但是升起来有没有个来处？有没有来处？来自哪里？告诉我。来自于有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四大假合非自身相，这个在哪里呢？当年苏东坡到金山寺拜访这个佛印老和尚，这个讲课，老和尚讲开示，他来晚了，他是大学士，然后说老和尚来了没坐了，请借老和尚的四大为坐，把你的身体啊拿来给我个坐吧，来晚了，他是大学士，凳子没了，把你的身体给我当坐吧。佛印的和尚坐着，好啊，不错，就像刚才我撵那个人一样。大学士，佛说四大原无我，五蕴本来空，请问你学士的屁股往哪里坐呀？四大原无我，五蕴本来空，四大地水火风，五蕴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的，那么我也是空的，你的屁股也是空的，你的屁股往哪里坐呀？苏东坡一听又哑口两乖乖的，后来不管你什么身份跑到边上去坐着去啊。啊，这些斗鸡风的故事蛮多的，在禅宗里面很有意思啊。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，其所证者无得无失，所证的那个涅槃境界、圆觉境界、不二随顺境界、寂照同时的境界叫无得无失，本来就没有得也没有失，无取无舍，无取无舍，你取的是执取，你舍的，取的源自于贪，舍的源自于嗔，把贪嗔都破除了。其能证者是心了啊，所证者是境，能证者是心，无作无止无任无灭。在下边的第几个菩萨的问，作止任灭是病啊，作止。刻意的作为，刻意的去停止，刻意的去认随顺它，要认，刻意的去消亡它，消灭它。于此证中无能无所，在这个能证中，能证纯粹在这个叫，所以又是哲学的鼻祖在这里面。能所，能和所，能指与所指，能我能指给你看，我叫能。所指是什么？后边的背板，任何的万物都叫所指。能指就是我的心，刚才能所都没有，毕竟无证，毕竟无证，究竟这个能是没有的了。一无证者也没有叫心亡罪灭两俱空，真正的能所双亡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。哎，又回到这儿，一定记得佛说的话。永远是功不破的，它永远在圆满。看看你刚要想，既然什么都没，毕竟无证，一无证者，哎呀，一切皆空。好了，咱们一结束，马上杀个牛，烹一顿，晚上大烧酒一喝，完了，哎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，啊，法性平等不坏，你又不能去做，要什么？奢摩他行，坚持境界，那中道圆融。中道的善男子，彼诸菩萨如是修行，如是见次，如是思维，如是住持，如是方便，如是开悟，求如是法，亦不迷闷。普眼呀，大家要知道，这些菩萨即末世众生，如果像这样的修行，这样的按着次第，按着这样的正思维，这样的持之以恒，这样的方便，这样的开悟，然后这样去追求。这样的法心里面就不会迷闷，迷闷是很痛苦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很痛苦的一件，一上无路，一退无门，那个时候是不是很痛苦？那个就叫迷闷。他跟一般的不醒觉还不一样，他是想要追求醒觉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醒觉那个状态。而是世尊以重宣此意而说寂言，普眼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，身相属四大，心性归六尘，四大体各离，谁为合合者？如是见修行，一切悉清净，不动变法界，无作止任灭，亦无能证者，
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华，三世即平等，毕竟无来去，初发心菩萨即末世众生欲求入佛道，应如是修习。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啊，这个偈是汉语的说法，那个用梵文呢是叫伽陀，啊，伽陀，单立人和加减加，伽陀，阿弥陀佛的陀，伽陀。普眼汝当知，普眼菩萨你应该知道，一切的众生及当会的菩萨，身心皆如幻，身相属四大，心性归六尘，啊，所以既然是四大，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四大，四大假合，六尘缘影，所以为心性。